刚刚直接 run 哈，它就直接把结果给 run 出来了。但是这里面的话哈，怎么样让它设中断点，可以让它停下来？我想以前如果你有用过 VBA 的话，你大概知道，比如说我设中断点，可以从 V 这个是 VBA 哦，哈，那里面的话你可以什么执行？假设啦，猜数游戏，那你可以在你想要侦测的那个变数前那一行前面哦，增加一个中断点，然后并且配合侦错里面的什么 F8。逐行哦，你可以看到啊。另外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你可以把游标怎么样？假设哦，这一行乱过 F8，那前游标放在前面呢，它会告诉你里面是11。OK，或者你可以啊，另外一个方法选取它，按右键，它也可以什么新增监看室。那所谓监看室，就是你可以监看这个变数里面的值，它如果有变化，它会一直里面会有产生那个结果的变化哈。啊，其实如果跟这个是 VBA 里面的除作环境。如果跟那个 Python 比起来的话，哈，其实这个环境基本上是非常好用的，哈，比起来的话了啊。那你想说，老师，那个 Python 里面的话，如果我想要做除错的话，有没有什么方式哈，可以让程式停下来的？哎，有没有办法像刚刚一样？其实也可以啦，只是说这边用法上面哦比较不一样。那我跟各位讲几个重点，一。如果我想知道这个变数哦，假设啊，我们用刚刚那一题一到20之间的那个数字那一题来猜，假设我先希望知道这个 RND 里面到底帮我产生什么数字的话，那我可以哈、哦、在这一行的前面设一个什么中断点，点两下，有没有？不过一般习惯啦，我是建议如果你要想要知道，你最好在下一行，因为它执行过才会有一个值产生，所以建议是在下一行哈、哦、设中断点。那另外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在你想知道的地方，设中断点哈。比如说像假设啦哈，那如果你中断点设定好之后，比如说太高太低这个，我想不那好，设定好之后的话，那要怎么样让程式哈可以除错啦？其实特别注意哦，我们原来是直接执行它，如果你希望呢它能够停下来的话，请各位注意一下，旁边是不是有个臭虫？其实关键就是它哦，啊，特别注意哦，它会帮你怎么切换哦。它会帮你从那个现在的执行，就是设计模式，切换到旁边的叫除错模式，所以特别说它会这样切过来，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切回来的话，记得再把它从这边按下去就好了，因为很多人切过去之后就切不回来了，就找不到了，所以特别注意哦。那如果要除错的话，一就是先设中断点，二按下除错模式，那把它 run 一下，这个时候呢，它会跳出一个。debug，他问你说要不要切到这边去啊？大家要 yes，他就帮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切到这个除错模式？啊，这个除错模式里面有哪些比较特别注意？就是你如果要执行这一行的话，就是这边可以下一行，其实也是 F8 了哦，下一行。那这个执行完之后就会产生一个 RND，啊，你要怎么知道它里面的变数？像 VBA 里面是游标放上就知道了。可是哈，在 Python 里面的话呢，你必须要在这边找一下那个 RND 的变数。在这里，哎，有没有发现它有帮你产生了一个什么17的一个，而且还跟你讲形态是 int 的一个数字形态，帮你放在这里。OK，啊，你可以透过这种除错模式啦，哈，去看啊，去知道说到底里面的值是怎么样。啊，当然再来的话，如果你要把它停止的话，切回去哦，特别是说现在已经除错啊，所以未来哈，所有的相关的变数都在这里可以看到。那目前因为资料还有变数太少啊，所以其实。大概知道一下怎么去使用它。再来，如果让你要回去的话，记得把它停止。啊，回去的话哦，特别注意哦，请你把除错模式再切回来，它又回来了。OK，特别重要，切过去，切回来哦。那相较于那个 VBA 的除错环境呢，我是觉得比起来，好像 VBA 还是比较友善一些些。哦，比起来，它里面可以用的那个除错功能哦，相对的还是比较多一些些啦。不过聊胜于无，至少它还可以除错哈。那请各位呢，也许哦，对那个除错环境，有需求的话，可以试试看哦。那待会的话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那个自定函数部分。其实，在那个Python 里面呢，要自定函数的话哈，最重要的关键字就是 df 开头，后面就是给它一个你要自定那个函数的名称。啊，加一个中括弧冒号就 OK 了。那在那个 VBA 里面哈，它有分 sub 跟 function。
有没有 ？Sub 的话是跑完就结束了 ，function 是什么？会跟你要引数，然后呢也会 return 结果给你，有没有 VBA 部分？但是呢 ，Python 里面全部都叫 def， 它不分 sub 跟 function， 一律都叫 def 哦 ，define 哦，其实就是这样子。那差别只是说，你如果有给引数的话，哦，或者没给引数都可以。那有没有 return 值由你来决定哦。那至于怎么撰写，我们待会再来看有关那个自定函数部分哦。那当然有分成几种啦，就是分成什么呢？分成没有引数也没有回传值啊，也没有给它。那其实有点像那个 VBA 的 sub， 还有呢有引数的，给它引数，但是没有回，就是 sub 给引数没有回传值。另外的话呢，有引数也有回传值啊，不过写法都不太一样哦。这部分待会再来看。那请各位哈试一下，就是有关那个除错环境的部分啊。除错环境 Eclipse 里面哈，这个用起来其实要特别注意哦。切过去之后啊，第一个你可能要设它的中断点啊，然后呢再去那个除错环境里面看一下它里面变数哈里面的值啊，因为有的时候你可以借由变数里面的值找到一些可能你 bug 发生的那个位置哈，或者是你错在哪个地方。有时候可能你他不知道程式错哪里的话，反而除错中断一下哦，可能就很快可以找到那个问题点哦。